严明熙 GG 演唱会。英文直击严明熙演唱会七大感动位，大胆翻唱江桃作品。严明熙 GG 七日举行个人演唱会，严明熙 G Fools 演唱会头场。出道两年首次举行个人演唱会的严明熙，事前扬言会带给粉丝们小惊喜。东方星的金次为大家全程直击，捕捉 GG 演唱会场外场内每一个精彩时刻。一、亮片紧身短裙登场，华丽出场，大晒唱功。严明熙头场演唱会于晚上8:30开始，严明熙以一身配有 LED 灯的白色立体衫登场，随即引来全场歌迷欢呼。严明熙以真话的清高为歌唱揭开序幕，唱到第二首《燕》时，脱下白色外套，露出亮片紧身短裙，透视露出纤腰加长腿，状态大用。随后紧接唱出参加《声梦传奇》第一次演唱的歌曲《守望麦田》，让全场歌迷回忆涌现，将全场气氛推至最高。二、泪奔翻唱 Mirror 江桃 Dear My Friend。 虽然 GG 系 TVB 声梦传奇出身，但今次演唱会竟然唱出两首 Mirror 成员的单曲，包括 G 的 Jonathan's Soliloquy 和江桃的 Dear My Friend。 GG 解释，之所以会选择演唱江桃的 Dear My Friend， 是为了送币曾经记自己和爱惜自己记朋友，最后重唱到喊天。继《声梦传奇》二冠军任凯琴唱完 Mirror 成员 Ian 的经络后，连 GG 都跟注意齐唱《埋进仔哥哥》，认真系香港乐坛一家亲。三、GG 梁咏琪做嘉宾，大小 GG 同台演出。至于嘉宾方面 ，GG 就请到另一位 GG 梁咏琪担任嘉宾。梁咏琪只很羡慕 GG 18岁就开人生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大赞 GG 唱功了得，好犀利，出道两年级个歌手就开自己个人演唱会。我头先系后台用耳机听你唱歌，我想话好好听，我好享受，我由开场一路听，我真系觉得记好值得我地去支持。梁咏琪随即亦表示，看到现场有很多妈妈爸爸及粉丝而感到惊喜，我以为会有好多小朋友 fans， 因为你 GG 本身都系个，但现场好多妈妈爸爸及 fans 啊，我慢慢知道点解，系因为我弟真记好想生个好似你甘乐阁女啊。两位 GG 在台上合唱我中意后，梁咏琪再唱出 today。四、苦练武功又唱又跳四首歌 Medley。 曾笑指自己的舞蹈实力令人欲言，又指的 GG 今次为了演唱会特训秘密练舞，务求为粉丝们带来惊喜。 GG 以黑色短裙加黑丝登场，大晒苦练多时舞技，又唱又跳四首歌的 Dance Medley，其中更包括与 GG 交情深厚的已是天后李玟的刀马旦别找我麻烦、 Freaking Nightmare 和新歌 Little Magic。 虽然 GG 跳舞时动作依然有点生硬，但地得出 GG 好用心跳好每一步。五、Sweet 爆大晒粉丝亲手信。 GG 在演唱会中提及到很喜欢收到粉丝们的亲笔信，又指每封信都有用心阅读并收藏起来。宜家可能科技发达作葛时代，大家都会习惯用手机去发讯息，可能会忽略手写信。经过了两年葛时间，由出道到宜家，大家都递祝我成长，我的 fans 们都会送一滴信币，我全部都有递过晒。我收收埋埋都大概有5个月饼罐，每个都可以装大概百几封信，大家可以尽情干送币，我会一封一封干递。无厘头葛 GG 又只会每一封信都好好收藏，有可能因为污气太多信而流浪街头。 GG 随即更在荧幕上大晒印象最深刻的亲手信，非常宠粉。六、
造型服饰别有用心。为了个人首场演唱会，严明熙在服装方面落足心机，每套服装都特显芝芝高挑身材。七，火星为主题大荧幕设计超花心思。今次芝芝演唱会以火星为主题，舞台上放有一个巨型星球摆设。虽然舞台上没有太多摆设，但身后的大荧幕都会配合芝芝所演唱的每一首歌而播放不同的音响，压场感十足。花篮阵容鼎盛。Chandler 因开学缺席演唱会，严明熙入行以来一直深受乐坛前辈们的喜爱。今晚一般乐坛前辈和圈中好友都有送上祝贺花篮，包括蒋门人曾志伟、苏永康、杨千嬅、草蜢等人。场外除了有大明星们送上的花篮，一般粉丝们亦为芝芝准备了多个应援版，等早到葛歌迷可以边饮香边等入场。除了今晚赶回纽西兰开学的 Chandler 姚卓菲，声梦传奇医学员们中年好声音冠军终极配和 Gigi 的家人们都有到场支持 Gigi。 完整歌单：一、真话的清高；二、念；三、守望麦田原唱王菲；四、网络安全隐患原唱 Serenity；五、复杂；六、星淡原唱容祖儿；七、世事何曾是绝对原唱卢冠廷；八、菲菲；九、记得原唱张惠妹；一十、Dance Medley 和别找我麻烦原唱蔡健雅；Be Freaking Nightmare 原唱冯允谦；西刀马旦原唱李玟；The Little Magic 一十一。Jonathan Soliloquy 原唱柳应婷。一十二，流沙原唱陶喆。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每天更新最新消息。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